云啦，一寸光阴一寸金。身为都市人咧，当然系要分秒必争啦。但系今日喺香港嘅中环海滨长廊，居然有一班人喺度集体浪费时间，究竟咩事呢？我哋一齐去睇一睇。我都嚟参加饭台比赛嘅，我嚟参加饭台比赛。参加放空比赛嘅，参加法外比赛。我参加比赛，法外大赛。觉得呢个比赛得意咯，因为都市人好繁忙噶嘛，即系要你不断咁样，即系精神啲啊，做嘢爽手啲啊，咁但系呢个比赛就系叫你连乜都唔好做，嚟法外九十分钟。因为平时都比较忙啊，所以想找个机会都放空一下。参加法外比赛是为了咧，即系平反我负面的印象嘅，因为成日都话外咁，其实即系我都唔系咁好意思咁，所以今日希望即系可以俾人睇到我光明正大咁样，可以发一日就够噶啦。因为我唔知道我有冇乜特别点样谂呢样嘢，都唔系为咗赢而嚟噶。当然系开心嘅咁又系，但系惊讶比较多咯，系啊。